人黄家千21号带着宝贝女儿夏天一起出席公益活动，活泼好动的夏天不时在台上扭啊扭，搞得妈妈快抓狂啦。对女儿疼爱有加的黄家千被问到和老公谁扮黑脸，她的回答竟然是我。其他都知道了，她比较怕我，因为我比较严格一点，因为我很担心。像他刚刚在台上，其实我手是掐他，掐到说，我叫他不要乱动，因为他就是他只要一上台就，他喜欢动来动去。有时候我的监督真的有点，我自己知道了，我老公也在旁边，可以可以的，我会忍不住就是要跟他讲说不是这样子 ，Papi， 我跟你讲，那因为我急嘛，我的口气就会比较大声一点，然后他就说妈咪，你现在在凶我吗？我说没有。长得超级可爱的夏天在活动上台风稳健，完全遗传到父母的灵异基因啊，不对，是演艺基因啦。灵异演艺哦，你知道妈妈已经走搞笑，我不能再培养一个另外一个搞笑的，他如果要走搞笑我也没办法，真的，我讲真的，我真的没办法控制他。现在这一阵子一跟我说他喜欢搞笑，我心里想说天哪，我真没教他哎，真的搞笑怎么来，我就有一点怀疑是不是我老公，爸爸的背不好，我不能动。可是你要把我打给运动员。汪六新闻网，搞笑这一条路是一条不归路。采访报道。